刚刚在长春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演员邓家佳，日前马不停蹄地出现在北京，为电影展担任宣传大使。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演员，看前法国电影《红白蓝的他》，也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于电影展担任宣传大使。我说佳佳呀，咱工作虽然重要，但家庭也不能忽视啊。从小就看着为中国电影十年长跑，我说佳佳呀，咱婚姻殿堂这生娃的大计划，你可得抓点紧啊。十年长跑十年啊，金鸡百花的演员他，我做好准备了，随时都可以啊。我是先想，我觉得男女都好吧，这个，但是我觉得可能，从以后小孩的角度来说，哥哥带弟弟，就是哥就先一个男孩，他可能更好吧。哦，小孩的角度带弟弟，就是哥生个娃，做好准备了。北京报道。刚刚在长春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演员邓家佳，日前马不停蹄地出现在北京，为电影展担任宣传大使。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演员，看前法国电影《红白蓝的他》，也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于电影展担任宣传大使。我说佳佳呀，咱工作虽然重要，家庭也不能从小就看着为中国电影十年长跑，我说佳佳呀，咱婚姻殿堂这生娃的大计划，你可得抓点紧啊。十年长跑十年啊，金鸡百花的演员他，我做好准备了，随时都可以啊。我是先想，我觉得男女都好吧，这个，但是我觉得可能，从以后小孩的角度来说，哥哥带弟弟，就是哥就先一个男孩，他可能更好吧。哦，小孩的角度带弟弟，就是哥做好准备了。北京报道。